小新，系小新，做咩？夜妈妈戴住太阳眼镜，成日叉咗咩？唔系，头先坐船翻落嚟嘅时候咧，发现啲阳光经过黑烟折射上嚟，仲刺眼。咁你听下医生讲，戴翻太阳镜保护视网膜咯。佢强光对个视网膜唔好，我真系冇叉到，我好放心啦。放心，你舒舒服服，有份写字楼工你唔做。 走翻去珠海睇厂，日揸住有10倍紧去睇成，几伤神几伤眼，仲有好日都唔翻嚟香港，你个点放心啊？唔系今日好地地翻嚟同你食饭咯，唔系净系食餐饭噶，我想你休息啊，啲肾休息啫。你又唔系唔知珠海个厂地方又大，空气又好，又花花草草，啲华人景好过香港嗰啲高级疗养院几多啊？嗱，我而家喺度翻工，咪当疗养啫嘛。你真系想休息嘅，就唔会今朝晨早同嚟香港啦。 孙生知你就眼有事噶，叫你翻公司帮我整嘢咩？你唔好成日咁谂孙生好唔好啊？从咗话俾佢知噶。哦，约咗叶律师。你约佢定佢约你啊？边个约边个约有咩所谓啫？系咪我约佢，你就话我蠢，佢约我咧，你就走去晦气啊？系喎。哦，咁太迟啦，佢晏昼坐飞机走咗啦。咁都飞走啦，你有咩好倾啫？ 佢话佢走啊，都有样嘢唔想拎走啊，一定要交俾我。做咩？佢得欠咗你，有还翻俾你，冇拖冇欠。唔系俾我噶，俾你噶。我知 Elise 佢自己都冇本事去证明，其实佢喺最远放咗手。 就算我肯去相信，我亦都冇本事可以代佢喺你面前讲咩好说话。不过我净系知一件好简单嘅事实，就系我哋两兄弟而家系完整无缺、好地地咁样坐咗喺度，而 Elise 就以后都唔会喺我面前出现。其实佢喺早已经知道我系冇可能中意佢，而我亦都知道佢最后最终中意嗰个亦已经唔系我。 佢话佢有发个电邮俾你嘅，不过我估你一早将人哋嘅账号封锁咗啦。其实嬲一个人好犀利嘅，咁证明冇理由做啲乜小本生意噶，系咪？阿 Will 啊， 我冇祈求可以再一次得到你嘅原谅。 有冇可能可以揾到证据去证明其实我一早已经唔想再利用你哋两兄弟？我咁讲唔系晦气，我唔系怪你固执，我只系怪自己实在冇本事去修补同你嘅关系。就正如我由细到大，我身边有咩坏咗，有咩烂咗，我都唔会谂去攞去整。 因为我已经习惯咗，乜嘢都可以换过新嘅。结果久而久之，连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我都一样系咁谂。所以我得唔到身边人嘅同情同原谅，呢啲都系我应得嘅。我唔敢再奢望修补到之前嘅错，我只有努力去学习之后嘅路，点样可以行得心安理得啲？而你肯睇我呢封 email。 我已经好多谢你，你两兄弟保重啦。啊，点解你今日咁早嘅？
鋪頭啲嘢做曬，咪早啲翻嚟咯。你放心啦，卓美啲嘢咧，我唔會偷懶噶。卓美，我哋間鋪頭啊。哦。女仔人家得閒咧，都係要去拍下拖噶。始終你都係要嫁人、要結婚噶嘛。媽，你知唔知你個女我啊，已經結過婚噶啦。係啊。咁有個人陪你，你會開心啲噶。媽，你放心啦。其實我都明白。一个人唔可以孤独一世噶。其实经过咗咁多事，我都学会咗点样去放低。就算几难接受嘅嘢，我估我都学会咗点样去接受佢啦。我可能我愿意去做嘅嘢，但或者人哋又未必会去做。我希望呢啲嘢唔会因为我太天真啦。妈，你放心啦，我唔会有事噶。吓，点解你今日咁早嘅？妈，铺头啲嘢早做完，咪早啲翻嚟陪你啦。康 Sir，我知道你是專程嚟揾我嘅，點會話順路咁簡單啦？唔使問啦，梗係嗰個 Paco， 佢呢份人咧就講極都唔聽，硬係要咁多事嘅。佢又唔諗下你依家又要照顧阿嫂，周身唔得閒。先生 ，Paco 咧，佢話你最近有心事，就連工都冇翻幾日啦，佢就緊張你，先至揾我商量下，叫我嚟睇下你啫。我明白，我而家唔系怪佢，只不过我最近硬系有啲嘢谂唔通。有咩事发生啊？嘛，冇事。不过我一个人喺间屋度，好自然咁就谂到阿发，跟住我又谂到阿发死得真系冤枉。先生。其实阿发咧，佢过咗身都一段日子啦，我哋都系时候应该学习下咩叫做放低啦。我明白，呢个道理我明白，天大嘅事都要放低，但系个天偏偏唔俾我咁做，硬系要发生一啲事，揾一啲人嚟提醒我，话俾我听。阿发死得好无辜，阿发死得好冤枉，逼我自己去问，自己去谂，但系个天就永远都唔俾个答案。呢啲咁嘅折磨，唔知系咪我应得，还是系报应咧？意外就系意外，点话得埋嘅啫？康 Sir， 如果我依家话俾你听，阿发出事嗰晚系有机会救得翻嘅，咁你话可唔可以放得低？就算消防员早啲到嗰度，救伤员早啲车阿发到医院，究竟救唔救得翻？呢啲都系我哋而家自己一厢情愿咁谂法啫。我對同事分析過，新界北有關嘅邊境區咧，其中佔地有96公頃嘅地方係完全冇道路同埋排污嘅系統。唔使理佢，繼續。係嘅，所以我哋估計嗰度應該堆存咗超過100萬立方米嘅污泥需要處理嘅。咁保守估計，要籌建同埋解決呢一方面嘅問題，需時超過10年。學生開緊會，咩事？
學生啊，康小姐打電話俾你，使唔使幫你接入嚟啊？不諗我直頭推咗佢。知道學生。學生，使唔使唞一唞先？唔使，我哋繼續啊。唔好意思啊，學生。又點樣啊？唔係左個電話都有問題啊嘛。唔關康小姐事啊，有幾個商業罪案調查科嘅警察嚟咗，我想請你翻去警局協助佢一啲資料。我依家請咗佢喺12樓嘅 conference room 等。Hello， 北美嘅朋友仔，快啲 follow 北美 TVB USA 官方頻道啦！TVB 精彩節目片段每日更新，隨時隨地追貼節目同埋藝人嘅消息。